家好，本视频介绍代理系统如何获取产品更新，接下来为大家演示具体的操作流程。首先打开代理系统登录界面，输入用户名，输入密码，点击登录，在首页找到系统公告，发布产品时都会同步发布公告，如11月6日发布了餐饮经典版，我们点击进入可以查看详情，这里就会显示餐饮经典版 21.9 的更新内容。我们想要下载这个版本，就点击收银经典版，找到软件下载，点击餐饮软件，这里就会显示 21.9 的安装包，然后点击下载，就可以下载最新的安装包了。想要知道产品是否有更新，您都可以登录到代理系统查看公告，获取最新的更新信息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